天我们来玩猫咪大战争。各位啊，正在看我个天鬼的队伍啊，我在思考天鬼还可以练哪些角色啊。像这个角色，他是可以降攻的。像这种角色，这个我可以练欸，这个我其实不太需要这个攻击特别强的，反而是需要一些控坦型的，好像比较实用哦。那像这个，其实他应该也可以练啦，因为他也可以打不止动物。那我们等一下，他现在二十等，所以我的经验值感觉会不够哦。不然我们先练鱼困法举起来好了，反正他也要当鬼等的，我们就练一下吧。那我们应该也不会特别拿资源给他们增接上去啦。那我们就稍微摆一下我们的队伍吧。我们放在这一格好了，把天使的所有角色都给他放上去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打一个比较特别的关卡啊。那今天我们可能还会再特别打另外一个关卡来试试看。哎，我们这个也是天使的，对，我们这边好像都是对天使的，哎，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带哪个角色呢？我想一下，我们如果背后还有一个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啊，不然今天这一集我们来让一个角色来终结好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巴黎猫猫。巴黎猫也是大家都很推荐单接的一只猫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资源应该是够的吧？我们找一下，我们让巴黎猫给它单接单去吧。反正我们现在资源很多啦，我们种它啦，让它单接啦。我先跟大家也想要看我其他猫咪单接吧，这样子标题封面也比较好看。那我们找一下巴黎橘酱猫。大家会说，如果你不知道带什么，那你们可以考虑盖那个巴黎橘酱猫。大家就这样讲的啦，就很像什么定藏啊，或者是什么飞脚猫啊一样的概念。不知道要盖什么，那你就带巴黎橘酱猫吧。大家的说法是这样子啊，我等一下够吗？好像不够我可以跟大家进化啦，还好他进化的材料也没有哇，还蛮贵的。黄色竟然要三个啊！我们可能要去打了，那我们就让它进化吧。我们让它进化，进化之后感觉好像变得更正了哦，衣服更穿上去了，原本没有穿衣服是不是啊？那我们这个巴黎橘酱猫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它的能力啊，它的能力还多了一个攻击力下降无效吓死我，我还以为是烂敌人可以攻击下降，我想说哇，我刚才把那个猫给练起来，这样子真的是浪费了。那我们就这样带吧，我们这样带来去挑战两个关卡，一个关卡是我们的金灯与极限的洞窟，然后另外一个关卡是这个吧，对，这个真正的关卡，这个关卡应该都是天使相关的。那我都讲过，我们的地图都已经打出来了，这个不打一下感觉蛮浪费的。那个怪物，这个我们下次再打吧。我们先打个前面的两关，真正本能的顶点，来看看到底要浪费我们气力吗？但是没关系啦 ，OK， 我们一次打掉，好不好？来。哦，这个好蛮好浪费的，因为我现在才620体力，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桶拽力满好像是1250了，就这样用蛮浪费的，好吧？但是刚刚好，我们再拍影片，我们就用下去吧。来，我们来打打看这个顶点市场不要跟我说我会挂掉不太可能吧？我觉得对我感觉应该还蛮不错的，对啊，一堆猫都已经站接起来了这什么鱼啊？好特别啊！那我们就要先哭，再讲要不要先哭等一下如果总爆冲怎么办？需要先哭吗？好了，我们差不多。要哭了。等一下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要看影片啊！我看一下这关的难度一个吧。我看一下这关的难度一个九颗星呢。我们去打八颗星的好不好？也许这个比较简单一点。刚刚那一段，我操作有点错了。对，我觉得我操作这样有一点错误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打这关吧。来来来，这关我有进军了吧？
等一下可不可以要出现给我天使星星啊？这个我也没多想啊，哎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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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冲出来打人就贵了，你们都喜欢不给人准备的时间就对了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奉陪好不好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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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压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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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那一关我感觉我应该要改一下我的队伍啊。那等一下，我特力区感觉可以换掉了。因为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没有任何其他属性的怪物哦。有个天使马，好恶心哦！我感觉有个那个炮灰要多一点，我的炮灰好像有点太少了。因为炮灰多一点，这样子他们冲过来的时候去找，我还可以稍微拖一下时间哦。感觉我可以带一些，死掉会复活的猫。对，但是那个可能要三阶哦，我们那个可能要用在别提的主题再来再来三阶他们。但是目前看起来我控的好像蛮稳定的，应该不用担心，各位不用怕，好像蛮稳定的。哦，不太稳定的是什么？炮灰太高。那个我们可以这样打下来，但是可以吧？不可能吧？我不可能这一关都要输吧？不可能吧？兄弟，我不要输啊！兄弟，加菜！对不起，我让你们输完了。我没想到这些关卡那么难，我以为是我可以打关卡，你们知道吗？要复活吗？这些连血量都没有哎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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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可以吧？你退一下，你退一下。不要靠近我！我这个炮灰有影响啦，炮灰让我不太好打，就自己啊。对，这个坦克这样子不太好用。当然，也可能是我技术卡。你们可以跟我说，柳哥这一关应该怎么打比较好？然后两个时间暂停，不知道会不会互相冲突哎。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哦，装过了。先给我看了广告，对，怎么办？有氪金的要怎么过啊？有氪金的我过得了吗？我要思考一下。这个难不成是我间接段没有办法打的关卡吗？哦，我们获得一个本人猪猪了哦，我们需要这个东西，然后天使可以提升伤害，我不知道给谁，可能要研究一下。啊、然后我们这一关哦，拿到一个首领旗。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，真的好开心哦。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真正本那个点点，我们等一下打漂浮哎，打过吗？真正本能的起点，来编程一下。刚刚有一点头绪啦，我现在觉得是我的那个角色的问题。OK， 来我们这个全角色打开，然后把健美猫给带上，感觉不需要特力具了，对不起。难得不用带你，但是真的很不需要你，不要怪我啊！就你不争气啊，你的主线不适合打这一关啊。然后，飞脚猫感觉可以拿掉了吗？还是我们拿掉这个猫？因为我感觉它蛮出钱的，我们的钱没那么多，我们就先这样打吧。感觉可能是我的等级不太够，也有一点影响啦。然后我也没怎么肉盾，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难不成哎猪八戒在这有账号吗？我忘记是六版还是台版的，我看一下。猪八戒有在这里吗？我们的猪八戒有，他也是肉盾对不对？然后对战漂浮很耐打，但是我们没有练。那不可能，我要先把这个练起来，让我们变得比较强一点嘛。你们觉得呢？那其他的猫，像先单这个猫都给我打经验值啊，所以也很明显可以不用看。好像猫咪 baby 好像也是坦对吧？好像也可以练嘛。啊，而且他也可以打漂浮跟隐形呢，好像也蛮不错的。那欢迎观众留言告诉我，我们就打一局好不好？真的打不过有没有办法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自我挑战再一次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其实我
其实如果我看土豪猫的话，好像有机会。嗯，还是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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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浪费。土豪猫不是用到这边了，它我们还是有机会遇到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关卡我们还是有机会遇到的。来，我们大概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哇塞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稳得住吗？你看稳不住哎、欸！哎、啊，这晶晶很讨厌哎、欸！这晶晶不管是不死生物还是红色晶晶什么的，都很讨厌哎、欸！我想问啊，我想问各位，这个晶晶到底要怎么应付啊？那什么方法应付啊？这只有砍，可能要练强一点嘛。啊，我一直偷不到银剑啊，我的银剑一直偷不到猫咪啊，难过啊各位，好失败哦这一关。好不容易张接了一个巴黎子弹猫，结果啊还是输了。好吧，再请各位观众给我建议吧，这关很明显我打不过了，我放弃了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各位拜。